哦，一个尖头向这一边，一个尖的头向那一边。好，没问题哦。稍微弯弯的，空气不用全部压掉哦，只是尽量把它压。翻面，哦，以中心点拉上来三角的中心点啊。接缝，正三角形，正三角形就很平的。哦，啊，如果你要做长的，没关系。来，拉上来。所有的角要往下，哎。三角形的要往下，应该简单了。经典为主，三边三个角拉上来，好、哦。不过三个边，不过等边都可以自己再调整。扶着它。转过来，这个我就要放这一面的哈、哦，就是对拆了哈。所以中间是高的哦，中间是高的，不是凹的。可以了哈，三个。